在秋至养老将，不由叫人泪汪汪，盼人民见真眼，心疼我，恨我养家失困，失困上。这是美国菲奥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史密斯先生。哦，欢迎欢迎。他说你们的演出非常精彩，他非常欣赏。谢谢谢谢。哦，来坐。Please be seated. How many pieces do you have? 你们有一共有多少件皮？哎呀，我这个皮影少说有这个1000多件。有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河里头游的，还有这个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，要啥有啥。Well, over 1,000 pieces. So, some flying in the sky, running on the ground, swimming in the water. Generals, characters, all kinds of characters. I would like to offer you $50,000 after the performance.史密斯先生说他愿意出50,000美金把所有的皮影买下来。50,000美元值多少人民币？40万。啊？40万？那么样干啥？咱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，赶快卖了吧。是啊，赶紧卖了吧。是啊，咱上哪这么多钱啊？想不到咱们这东西还这么值钱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传家宝。给多少钱我都不卖。如果是，这个，史密斯先生，史密斯先生喜欢的话，我可以送你一件作为留念。If you like it very much, you can have one piece as a souvenir. 好，谢谢。不谢不谢。I hope that someday you could come to my country and do the show there.史密斯先生说有机会欢迎你到他们的国家进行演出。哎呀，太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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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大爹，大爹，快！哎，福儿，啥事啊？跑得这么急？家里来人了，大妈让你快回去呢，好像是电视台的。啊，哎，不急，这活马上就完了。爹。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干。嗯，好。啊。嗯。嗯。嗯，走。你们是电视台的吧？哦，是是是是是。照这狗干啥？我看你挺有意思的，随便拍拍。哦，您是常班主吧？我们想采访一下您关于咱们皮影戏的事儿。哦，这事儿啊，快屋里坐，到屋里头说。行了。三周哥，咦，花旦，哎，你咋没去幼儿园上班？今天星期天，你过糊涂了。我们种地哪管星期天不星期天的？你到这干嘛来了？答应我的事儿你忘了？啥事啊？净装糊涂。你不是答应接我做影人的吗？我这不正在干活吗？那我帮你干。别别别，脏了吧唧的，把你手都弄脏了。我偏要干，我帮你干活，你接我做影人，咱俩谁也不欠谁的。花旦，累了吧？休息一会儿。三柱哥，嗯，这影人咋学呀？这工具倒是不少，不过要想做好影人，先得学会画画。那你咋学的？刚开始我跟我爹学的，后来就带着笔和本子，等干活休息的时候
街上画啥，这山，还这树，啊，这花这草，我都画过。那你给我画个花吧。好。画的真好，那森主哥，你会画人吗？会啊。那你画画我吧。啊，好啊。我觉得你长得真好看。大爹，大妈，快看电视！县电视台正在放大爹的皮影戏呢，是不是？啊，快，快快快，来，这儿坐下。嗯，是。我刚吃过。嗯，长班主您好，采访开始。长班主您别紧张，咱们随便说说咱们皮影戏的事儿。不紧张，不紧张。嗯，人家这么问我说不紧张，实际上我的心里头通通通通的。身体还好吧？啊，还行，还能下地干活呢。嗯，您老学这个皮影戏有多少年了？哎呀，那少说也有50多年了。哦，那您是从小就开始学了？嗯。那您是跟谁学的？跟我爹。那您爹，您爹是跟谁学的？那跟我爷爷。哦，您这还是祖传啊。在啊，我们这一辈下头，他们哥8个，就我家3柱继承了这手艺。对，那为什么别人不学呢？你问我二弟的二小子，啊，让他说，他叫来锁。嗯，我爹不让学，说这玩意不能当饭吃。陈班主，听说外国人拿50,000美金买您这皮影，有这回事吧？啊，那您为啥不卖呢？我要是把这些皮影人人都卖了，那祖传的这些皮影在我手上断了捻儿，我对不起我死去的爹娘，对不起我的老祖宗。有种！长班主啊，讲得好，您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段？啊，好。哦，台上请坐，杨老将。妈的，这戏是大伙唱的，这好怎么让他一个人得了？活该，谁叫你不是班主了？闭上你这臭嘴！要是俺爹还活着，哪有他的份儿？爹，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人程大伯也是为了大伙好。去去去去，你个死女子懂个啥？在这里，我们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重视和支持，不要让这项有着1000多年历史、被西方人誉为电影祖先的古老民间艺术，在我们的手中失传。嗯。看样子咱这老玩意儿还真有希望呢。啊，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瞧把你乐的。只要这皮影能够传下去，我这一辈子就算没白活。爹，爹，爹，刚才我接了一个电话，啊，是县里文化馆王馆长打来的。哦，他说县里召开什么招商会，想请咱们去演皮影戏呢。啥时候？明天晚上，在县里大礼堂。啊，在哪儿的演出？县里大礼堂，明天他们来车接咱们。哎呀，
咱这老掉牙的土玩意儿也要登大雅之堂了。他们这次给咱们一场一千，一共演三场，一天一场。啊，好，好，哎，你赶快去通知他们几个，让他们准备一下。哎。我说吧，咱们呢，早晚能成明星。这不，今天县里请，明天省里请，后天啊，咱们就进北京了。用不了多久，你，还有你，咱们呢，个个都是大腕明星。你呀、啊，是做梦娶媳妇吧？想得美。哎，你这是啥意思？你想成明星，那咱长班主放哪？啊？你这人咋说话呢？咋说话呢？电视台采访了长班主，采访你了，你是自作多情。我说你这人啊，就是心眼小。啊，咱们长班主，还不是都为了大家说话啊？还不是为了咱们这皮影戏？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老吴啊，啊，我现在是年纪越来越大。身体也不好，以后这班主还真得由你来做。常班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啊，你听我说，咱这个皮影啊，要传下去，也就得先人让后人，一代更比一代强嘛。你说呢？江城战，李奇功，剑气云云好绝翠，不知来日与何往，只因。我起小强啊，小强队呀！大妈，哎，大妈，忙呢。哎，我大爹在家吗？在呢，有事吗？有点事。大爹，超影卷呢？啊，来所啊？嗯，有事儿啊？我爹想跟您借点钱。干啥？嗯，做买卖呢。得多少？嗯，两万。啊？我家哪有那么多的钱呢？你三柱哥快30岁了，还没结婚娶媳妇呢。我爹说，实在没钱。把那野人给点也行。你说啥？我爹说，那野人也有我们家一份。放屁！回去跟你爹说，少打那皮影的主意。饭好了没有？饿死了这。哎！哎呀，你个懒婆娘，在家不做饭，你瞎折腾啥呢？干了一天活了，你想饿死我呀？哎，我记得箱子底下还有不少皮影啊。你说俺爹留下的那箱皮影，不是早让你卖了2000块钱了吗？哎，哪还有皮影？前些日子我收拾箱子，还看见那些皮影了，赶快找出拿出去卖了，不值40万，值4万也行啊。你想得美，老长头那是碰上了，人家外国人看咱们唱得好，演得好，才给那么个大价钱。哎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呦，还真有啊。看，哎呀，啥好事儿，都让老长头碰上了。不就是立起个长胜班吗？哎，你别忘了，你爹的得意班
当年可是骑上辣椒过河，红了半边天的。要不，你个唱皮影的小子，咋把我勾上了呢？果然是个好婆娘，一句话提醒了糊涂人。咱们把爹的得意班组织起来，说不定也能到外国去演出，到时候可就挣大钱喽。真的？哎呀，可惜这些影人不全活。哎，我听说呀，庆阳那边有卖这玩意儿的，不行，咱到那边也划拉点回来。我看行，咱们把各种影人凑齐了，把爹的得意班支吧起来。哎，可这人手不够咋办呢？嗨，力气招兵齐，还怕没人来？哎呀，当年我真是没有白勾你呀！哎，老二，这一大早来有啥？老二来了，老二，炕上坐。听说你那皮影戏还演得不错嘛，哎，连外国人都看上了。那外国人没见过，那是看个新鲜。没少挣钱吧？我说老二，你还不知道，这些年来，我为了这皮影，贴进去了多少钱？这里外里那还赔着呢。这谁信？我今天来，就是想和你说点事儿啊。你说，最近。我请秦阴阳看了看风水，说咱爹那坟，背山靠树，憋屈挤压，这对后生们不好。哎，就说你们家三柱吧，啊，奔三十，连个媳妇儿都讨不下。我想把咱爹那坟挪一下。这可是大事，得跟老三还有小妹商量商量。我先和你打个招呼，哎。还有，咱家老宅子院墙，是不是也有我一半啊？这都啥年月的事啊？我不管他是啥年月的事，他也有我一半。你要是有用，你就把它都拆了。那皮影是不是也有我一份？老二，你只要是咱家祖传的，他就有我一份。老二，这做饭得有米，说话得讲理吧？这分家都几十年了。你还来找旧账啊？再说，你哥为了保存这几箱皮影，文化大革命差点被人打死，那会儿你咋不说有你一份了？那我管不着，只要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就得有我一份。你要是不给我那份的皮影啊，我就不跟你没完，到法院去告你。跟你打官司！哎，老二，你干嘛贴我们家东西啊？啊，我家东西也惹你了？提东西啊？你让大伙说说啊，那份皮影他凭什么不给我啊？他老大凭什么独占？你啊，我还提东西，我还拆墙呢！老二，你太不像话了！你出生入死相依啊，兄啊，无奈为酸呀，临渊之反照乱箭穿心啊，穿心爱悬爱啊。听说有个外国人要花四五十万买老常家的皮影呢。嗨，那么多钱都够咱全村人活一辈子了，这下老常家可要发大财了。可不是嘛，那天常老二去要皮影，就哥俩干起来了，都动手了，热闹着呢。嗨，气得老常头
只唱皮影戏。哎，你说生气咋还唱戏呢？是不是气出精神病了？嗨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那俗话说，女愁浪，男愁了唱呗。人家那是在发泄感情呢。那外国人给那么多的钱，那老长都咋不卖了？傻呗，别说给四五十万了，就是给我五千我都卖了，还美的你吧。那本来嘛，那你说那皮影留着干啥呀？不能吃不能喝的。这位大姐，请问您村的常班主家在哪儿住啊？您是城里来的记者吧？不是，我是北京来的。北京来的啊！哎呦，那更是贵客了。走，我带你们去。哎，好。走。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常班主吧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北京宇宙演出公司的。哦，听说您皮影戏演得不错，我们想请您到北京去演出去呢。这是我们苏经理。啊，苏经理，啊，来来来。坐坐坐坐坐坐，这位啊，我儿子，来，你好，坐坐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来坐坐坐。这是我们的介绍信，啊，苏经理，能够让我们这小小的皮影班子上北京演出，当然好，不过有一些具体事儿，是不是得先说好了？比方说。演出酬金咋给？报酬是每场1500，路费我们负责。那吃住呢？每人每天补助50元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得签个合同啊？啊，那当然。常班主，您得先让我们看看您的皮影。啊，那没问题。三柱，去。到咱那仓房。把皮影人的箱子拿来，我去帮你拿。哦，不用不用了，没事，我去帮你拿。来来，您抽烟，来，戒了戒了。这些影人都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这都是用纯驴皮做的。哦，这刀工不错呀。还有吗？哦，还有一些，那是我和我儿子制作的，要不要看一看？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这是演出合同，各项条款都在上边，您仔细看看，过两天我来签正式合同。嗯，好，好，回头我和我们班子的那几个老哥们商量商量，只要能让我们上北京去演出，有啥都好说。常班主，您挣了钱可别忘了还有我一份呢啊！这有啥事都少不了你。常班主人就是爽快。常班主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嗯，那我就不远送了。好，好，过两天见。啊，好，过两天见。我替您送送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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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您苏经理，您慢走啊。留步。啊，啊，我是老常，你是谁啊？哎，我是郝丽兰啊。哦，郝镇长啊，你有啥事儿？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一趟。啊，好，好。我马上就过去。来，坐坐坐。老常啊，昨天县里来电话了，对咱们镇的文化工作给予了大力的表扬啊啊！我们的皮影戏受到外国朋友的热烈欢迎，是咱们镇里的骄傲，也是咱们县里的骄傲啊！老常啊，希望你在镇党委。镇政府的领导下，继续
把咱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啊！好好，老常来喝水。老常，今天找你来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你说，你说。咱们县的汪副县长听说过吧？汪县长那咋不知道呢？咱这地方的父母官嘛。他的儿子下个礼拜要结婚了，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呀？郝镇长，你看我一个小老百姓，我又不认识人家。哎呀，老常啊，你现在可是大名人呐，你不认识人家，人家可认识你呀。哎呀，老常啊，汪副县长可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呐。你想想，以后有这么个大人物罩着，办什么事不方便啊？郝镇长，我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我现在手紧呢。死心眼儿，你的皮影不就是钱吗？哎呀，那些影人不能动，那是留着演出用的。演出能用那么多吗？再说了，你不是会做吗？做那玩意儿，对你来说那还不是易如反掌？这，你放心，亏不了你。以后，镇上、县上，多跟你联系些演出，那钱不就挣回来了？这，老常啊，我都开口了，总得给我点面子吧？那好，明天我让我三柱给送过来。哎，老常，你可不要多拿啊，十件就够了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希文22日说，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。你咋这回才回来呀？镇长找你有啥事儿？国家将采取三大举措，遏制农民负担卷土重来。陈希文在国务院新闻办上，心肝上捅刀子的事儿，农村的咋地了？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说，县长的儿子要结婚，郝镇长让咱送皮影，啥？那么值钱的东西，咱凭啥给他呀？要是不值钱，人家要那干啥？那咱要是不给，能咋地？县官不如县管，郝镇长咱得罪不起。啊，在家。啊，是村长吧？啊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村长，主任都在呢啊！里头坐。哎，好。村长，主任，坐。倒茶。村长，找我有事儿？啊，是这样。昨天呢，你家老二到村上，把你家的事儿啊都说了。我看，这就是你的不是。我说村长，你还没有调查呢，你咋就知道是我的不是呢？啊？我问你，这皮影是你祖上传下来的吧？是。这不就结了吗？只要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就人人有份儿。哦，就连你家老三也有份儿吗？村长，我们家上一辈的事，你可能也知道一些。当初我爹教我们兄弟三个学皮影，那老二老三是死活不肯学，后来分家，我跟我爹过。我为了要皮影，分家的时候啥都没要，那瓦房、骡子和马都分给了他们，打他们现在还问我要东西呢。你说的也在理，不过那骡子和马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挣下的，皮影是祖传的，还是有差别的。哎，当初分家的时候，
那个条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。空口无凭，你总得有个证据啊。这二十多年都是这么过的，还要啥证据？有证据。啥证据？分家单。给。孙柱哥，哎呀，你看我画的老牛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像似不像？讨厌，你不许笑话人。可是我实在看不出你画的谁家的牛啊。啊，我家没牛，我随便画的。哎呀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你得画模特。哦，那我要画人咋办啊？画石膏像。谢谢大姐有买的，改明我给你买两个，你先照着画。那我要是现在就想画呢？你可以画我呀。好啊，给。我就像个丑八怪，像这样。快点，记得就在棺材下面埋。爹，这咋啥也没有啊？啥都没有。啊，你再挖挖这边，看看这边有没有。哦。你咋睡不着？哎呀，你咋也睡不着？哎，哎呀，这雨咋越下越大了？这老二啊，太不像话。这些个年，你为了皮影戏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差点连老命都给搭上了。可他每回都躲得远远的，这回倒好。啊，刚得了点好处吧，他就跑过来瞎搅和，这不是让人生气吗？哎，是让人生气。可谁让咱摊上了呢？谁让他是咱的兄弟呢？哎，要不这样，咱这折子上还有2万块钱，拿出1万给他。不成。那钱咱攒了半辈子，是给三柱盖房娶媳妇儿用的，谁也不能动。这镇长也够缺德的，什么县长儿子结婚，我看呐，是他想要咱家皮影了。人家外国人给那么多的钱，还不如趁早卖了，省得惹麻烦。你舍得？唉，要是去北京演出的事儿能够定下来就好了。明天我去跟老吴、花脸他们商量商量。这狗咋叫呢？啊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没啥事儿，睡吧，天都快亮了。
哎呀，三柱，三柱，这狗咋死了？哎，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这。哎呀！啊！三柱，三柱，三柱，咱这影人咱没了。还看个啥呀？快去报警！啊！他爹。他爹，常班主，哎呀，常班主，常班主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家常老二昨天把你爹的老坟给掘了，掏出一堆皮影，全烂了。老板，向你打听件事。啥事？听说你们这附近有不少老皮影班子，您知不知道谁家想卖皮影？咋？你想倒卖啊？啊不不不，我想搞个皮影班子。你是演皮影的？哎。行，现在知道吧，店。我们这里经常有卖皮影的。好，谢谢你帮我经常打听一下。啊，没问题。在我们这儿住上两三天。卖皮影的就自然而然就过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小刘，来客人了。三柱哥，三柱哥，你这干啥呢？三柱哥。你咋不说话了？三柱哥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你说话呀！你到底说话呀！到底出啥事儿了？你说呀！我家黑子被毒死了，皮影被偷了。三柱哥，你别哭了。你不是会做影人吗？改明我帮你一起做。三柱哥，你别哭了，我二姨家的狗怀孕了，到时我再给你要个小狗崽。是哪个王八蛋干了这损事？不得好死！黄磊，你看，嫂子，我看老常这病得去医院查查。哎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镇长来了啊！说好了要到我那儿去，怎么不见人影啊？老常，老常，老常，啊，老常，啊，怎么了？郝镇长来了，哎，走走走，病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说老常啊，不就是十个皮影吗？看把你心疼的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我家的皮影让贼娃子全给偷光了。哎呀，老常啊。看来你不光会演皮影戏，这戏也演得不错啊。你和我玩呢？叫三柱。三柱，三柱，爹，三柱，到你屋里去，拿上十件皮影。干啥？拿去！这就对了嘛，咱们大男人嘛，就应该一言九鼎，是吧，老常？
爹，给镇长。嗯，这皮影真不错啊，老常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，以后有事你尽管找我啊。宋总镇长，这些王八蛋和那些小偷有啥两样？这两天北京演出公司的人就来和咱签合同，这可咋办呢？班主，您千万别上火，大不了再不演了呗。可机会难得呀。你千万别伤心，我那还有一些皮影，明天我给你拿过来。喂，我是三柱。啊，啥？啊，哦，我知道了。爹，是公安局打来的电话，他们猜测，可能是那两个叫咱们演出的外地人偷走的。啊！外贼，假鬼，一起来了。班主，他爹。啊，爹！班主，爹！班主。班主，快送医院！哎呀，咋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事办咋样啊？哎，咋样啊？买着没有？倒杯水。哎，看看，地道的驴皮影，手艺还不错吧？哎呀，哎，花了多少钱？嗨，别提了，那俩小子。有满满两箱子影人，张口就要10万块，那咱能买得起吗？经过我讨价还价，最后买了50件。哎呀，到底花了多少钱？2万。你他妈傻呀？你一共才给多少钱嘛？那2000。哎。初步检查，老常现在患的是严重的心脏病和胃溃疡。因为我们这的设备条件都比较简陋，需用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和诊治。好，谢谢大夫。不用谢。没事的，班主那么好的人，不会有事的。过两天，咱们再到市里大医院瞧瞧。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啊。来，看这仨。把这仨拿去放进来。爹娘，回来了。嗯，常大伯家的皮影让人给偷了。你说啥？我说常大伯家的皮影让人给偷了，常大伯气的都病了。人家遭这么大难，你咋还笑啊？天助我也！哎，花旦，从今天起不许到老常家去啊！不是你让我去学的皮影吗？咋现在也不让我去了？不许去就是不许去。让你上市里检查，你不去，这又抽上烟了，你不要命了？哎，我这是心病。喂，你是谁呀？我是县文化馆的王馆长，老常的身体咋样了？刚从医院回来，你有啥事啊？让他接电话。不用了，你告诉他，省里准备搞民间艺术调研。啥？省里搞调研？是啊，县里准备让常胜班参加。哎呦，他身体不行，
再说我们家的隐人，不要胡说，快问，啥时候？他说啥时候啊？十一，还有三个多月，来得及，到时候给咱得个大奖回来。说了是十一，还让拿个大奖，这隐人都丢了，拿个屁呀！快，把三柱叫回来，把他的驴杀了。哎呦，我的祖宗哎，你这是着了啥魔了？这把驴杀了，拿啥干活？拿啥拉磨呀？你不去，我去。哎呦，祖宗哎，我去，我去还不成吗？我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不能让祖宗留下来的皮影在我这儿断了念。把驴杀了，我要和三柱赶着做影人。来，大王，喝水，喝水，喝茶。来，喝水。哎呀，你卷球这个干啥呢？来，抽这个，抽这个。反正啊，老长头也病了，这皮影也丢了，他想演出也演不成了。不如把我家的得意班组织起来，咱们继续演出。哎呀，这恐怕不好吧？人家刚出事啊。这有啥？如今不是实行竞争吗？就是嘛，到处是饭店，就不兴再开饭店了。兴他们演出，就不兴我们演出了。反正啊，谁能领人演出啊，我跟谁干。好，这不，我把影人已经弄齐了，现在关键是缺少人手。要是山花来和老魏能来，就好了。山花来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论不好还挨骂。就是啊，哎，那咋办呢？为了咱们的得意班，明天我豁出去了，我看看他去。啊，到会。加水。好，好，来。好。这放在白灰里头，等熬熟了再刮。啊，好，行了，行了，让它熬着。好。哎，哎，你们这干啥呢？啊，这是沤皮子，沤完以后才能做皮影。哦，哎，我爹买了点皮影，都可好看了呢。那你拿来一个，让我看看。好啊。大将征战立奇功。金旗云云侯君催，不知来日与何往？自饮壶来，兄弟。哎呀，你这嗓子可真亮堂啊！我在山那边都听见了。你是闭着眼睛吹喇叭，瞎吹一个点儿。你来干啥？哎，好长时间不见你了。想你了呗，想我了啊！你这人啊，净来这虚的。嗯，你来干啥？赶紧说。哎，你别急，我慢慢跟你说。哦，来来来，咱们呢，先抽根烟。啊，不抽。老常家的事儿你知道吧？怎么了？老长头病了，皮影也丢了，这戏恐怕就演不成了。演不成了，那就不演了呗。哎，现在皮影是越来越受到重视，越来越吃香了，咱们可不能错过机会呀。那你想咋的？啊，你也知道，我爹过去是得意班的班主，我想把他再成立起来，咱们继续演出。
老吴呀，我早就看出来你有这个野心。我这完全是为了大伙儿。为了大伙儿啊？啊，那你怎么不早成立呢？啊，看现在这皮影戏吃香了，能挣钱了，你想成立，你是为了你自己吧？你看这话是咋说的吧？咋说？哎，再者说了，老常那病还没好呢，你这样做不是落井下石吗？我把话说白了吧，这德艺班呢，我是迟早要成立，今天我是专门请你来的。我今天也给你把话说白了，我呀不去。老弟呀，只要能赚到钱，我老吴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找错人了吧？好好好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告辞了。恕不远送。哼，缺你个臭鸡蛋，还不做曹子高了？班主。啊，花脸来了。嗯。来，吃饭。嗯，你去盛碗汤。哎。嗯。花脸，来，炕上坐。老吴那王八蛋太不是人了，哎，你说他干的那叫人事吗？这怎么了？趁你有病，他想拉一帮人，立起他的得意班。他上你家了？昨天他去我那儿，让我和他一块儿干，我给顶了回去。这叫我说呀，不管老吴是咋想的，咱这皮影只要有人干，那就是好事。我整天张罗着让咱长生班演出，我就是怕咱这皮影失传。花脸儿，这叫我说老吴那儿，你应该去，应该助他一臂之力。班主，你那心能包天包地，我没你那胸怀。他那不叫得一半，叫缺一半。我不伺候他。你，三竹哥。哎，花旦。看，我爹刚买的影人，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嗯。哎，这影人咋这么眼熟啊？瞎说，你怎么看着眼熟啊？这我爹刚从青阳买回来的。我看看。你等等，我让我爹看看。爹，嗯，你看看这影人。哦，这不是咱家丢的那影人吗？我也看着眼熟。你从哪里弄来的？这难道是老吴？哎，老吴虽然脑瓜子活，心眼小，但这种事他绝对不会干。对，老吴不会干这种事情。不过我想，老吴肯定知道皮影的下落，能提供个线索。
老夫姓潘，名洪，字仁美，吕胡子。你这影儿哪来的？啥？我说你这影儿到底是哪来的？买来的呗，还能是偷来的？就是偷来的！你混蛋！你个死丫头片子，你往你爹的头上扣屎盆子啊！哎呦，我的小舅奶奶，这到底咋了呀？你起来，你给我说清楚！你干什么你？起来！哎，花兰，到底咋回事啊？常大白说这影人是他家丢的。他胡说，他血口喷人。你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哎呀，哎，他爹，哎，不能去，他爹。唐班柱，唐班柱，唐班柱，啊。老吴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，有意见也不能往我头上栽赃啊！唐吴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有话好好说。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。到底把啥话说清楚？唐班主，我知道我退出你的长生班，你对我有意见，可一码是一码，你也不能在我身上泼脏水呀！啥脏水？我明明是从庆阳买的，你凭啥说是你家的？我老吴再不是人，可从来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。你说你是从庆阳买来的啊？从谁那儿买来的？那姓啥叫啥？哎，人家是做买卖的，他卖我买，我管他叫啥姓啥。老吴，那影人确实是我家的。哎呀，天大的冤枉！常班主，我要和你打官司，非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不可。好。好，打官司，我巴不得你去打官司了。好，你等着啊，你等着。老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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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吴。哎，小茂，来来来来，陪老哥喝两盅。哎，我不喝酒。来来来来，炕上来。你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？别提了，那个老长头啊，简直要把我气死了。我都听说了，没必要。常言道啊，不做亏心事儿，不怕半夜鬼敲门。哎，你挣过来他怕什么？我要跟你说件天大的好事，你一听啊就不生气。啥事？快说。你可不能说是我说的。咱俩啥关系？你还不相信我？说。我大舅子哥他老丈人的三姑爷，啊，就是我媳妇他大嫂的妹夫，是县纪委的啊，可不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啊，是计划生育委员会。哎呀，到底啥事儿？你快说。昨天呀，我的脑瓜子呀又疼了，去县医院检查，又是拍片儿，又是做 B 超，又要拿药，这花我400多块呢。哎呦。瞧你这啰嗦劲儿，到底啥事儿啊你？我刚一出门啊，就碰见他了。他知道我会演皮影戏，县里啊要召开啊计划生育表彰大会，他叫我去请长胜班去演皮影戏。这不，我就到这儿来了。哎呀，小茂，够意思。明天你去告诉他们，让咱们去，咱们随叫随到。你可不能说是我联系的。你放心，一切事由我担着。咱演他一场，既练练兵，又让老长头演气演气。来，喝酒。哎，我不喝酒。三柱哥，三柱哥。哎，花旦，我在这儿呢。大伯，啊，三柱哥，啊，刚才我爸跟我说，让我跟他去那叫什么计划生育表彰大会演皮影戏去，我说我不去。花旦，嗯，这是你家的事，你可想好了？花旦，你听大伯一句话啊，你应该去。你爸这德艺班刚刚弄起来就匆忙上阵。
肯定会丢三落四，少胳膊短腿的。那要是演砸了，那丢的不是得意班的人，丢的是咱皮影的人。你爸这人脸皮薄，要不我都想去给他帮忙呢。要不这样，让三柱陪你一起去。爹，那要是吴叔把我赶出去咋办？等他们演出了，你们再进去嘛。看见有啥差池了，你们就赶快上去帮忙嘛。好啊。大伯，我全都明白了。哎呀，你少喝点，一会儿该喝醉了。就他妈怨你，丢人现眼。我说我不行，你非让我上。眼砸了，你又埋怨我。要不是三柱和花旦救场，我看你怎么收这个场。那死女子就让你惯坏了。让她排练吧，她说她请不下假。林了涵又拉了个三柱。让观众闹哄闹哄没啥，他们懂个屁，叫同行笑话那才丢死人了。他妈的，明天我去青阳请两位高人，让他老常看看。爹，现在除了我山花脸叔，其他人都加入得意班了，再整这还有啥用呢？这些日子我琢磨着，咱这皮影戏想要传下去演下去，老祖宗定的规矩得改一改。咋个改法？这样，明天让三柱到县城去贴个告示，咱要办一个皮影训练班，凡是想学皮影戏的，想学刻皮影人人的，咱免费培养。我和花脸教耍影和唱影，三柱呢教刻皮影人人。咱们不光是要办训练班，还要把这些皮影人人都制成工艺品，以后是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，他谁要想买咱们都卖。咱训练班的这些学生要是学成了都出去演出，咱这皮影戏不就无话失传了？那咱这手艺不是让人家学走了啊？不学了去留下他还能下崽儿啊？这要是不传人，带到棺材里去，那还不是烂到地里了？那咱也不能白教吧？白教？白教能够有人来学就不错了。爹，明天我就去贴告示。我说孩子们，哎，应该叫同学们啊。咱们借人家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室
来办这个皮影学习班，今天咱们就算是开课了。首先我想问大家一句，你们为什么要来学皮影？哎呀，好，就冲你们这句话，你们喜欢，我老汉我就愿意把我这个老底子毫不保留的都交给你们。同学们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这叫影卷，也就是戏文啊，就是现在的说叫剧本。这都是我家老祖宗留下来的，这是唐英烈，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。这一本是雪水河，讲的是武则天的故事。这还有杨家将啊，还有三国演义、西厢记等等等等。同学们，你们在我这儿不光要学会唱皮影、耍皮影，你们还能再学会点什么？历史。聪明，聪明，好，我有信心了。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皮影艺术，我先给大家唱上一段。唱什么呢？啊，就唱杨家将的《杨基业五台山悲囚》。五台山求助杨老将，不由叫人泪汪汪，派人民见贼心太饿，害我杨家失苦啊，失苦上来来来来来来，碰一杯碰一杯，来来来，干了，干。来来来，吃菜。吃吃吃吃。今天咱们德艺班就算正式成立了啊！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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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面我介绍一下，这两位师傅是我从庆阳请来的，这位是邓师傅，这位是杜师傅。下面我把我们的人也介绍一下。嗯，好好。这是老谭。哎，对。这是李小茂。哎，这是我老婆，还有我女儿花旦。爹，我要参加常大伯的皮影学习班。不行，我们还等着你排练呢。再说了，咱们把老常家给得罪下了，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学啊？你得罪人家，我可没得罪人家。可我毕竟是你爹呀，人家能教你？当然教了，人常大伯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上次演出还是常大伯叫我们去救的场呢。他这是唱的哪出戏呀？皮影戏。皮影戏。
我的事儿我做主。太好了，哎，同学们，他叫无花旦，是我请来的助教，既会唱皮影，又会耍皮影，还懂得做皮影呢。大家欢迎。老吴啊，哎，你们的报告我看了。考虑到你的老父亲原来也是皮影戏的班主，县里决定同意你们以德艺班的名义参加省里的民间艺术调研。真的？哎呀，谢谢班长，谢谢班长啊。老吴啊，啊，听说你和常师傅还有点小误会。嗨，那老长头啊硬说我家的皮影是他家的。王班长，这事儿你可要替我说句公道话。哎呀，常师傅的心呐公道着呢，他不光支持你们参加调研，啊，而且也把这事儿跟我说了。他相信你的为人，主要是想让你提供点线索，好抓着窃贼呀。啊，嗨，这老东西。大将征战立旗功，唱大将征战立旗功。站住，旌旗远远后军催，旌旗远远后军催，不知来日有何去。唱不知来日有何去。哎，好好好啊。哎呦，哎呀，王馆长，老常您咋来了啊？哎，同学们，这是咱县文化馆的王馆长。老常，你的报告县里很重视，县里决定拿出20000块钱来支持你开发皮影工艺品，还让咱文化馆腾出一间房子专门搞皮影展览，一面展览还可以一面销售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感谢领导支持。老常，县里对你义务培养皮影戏接班人也非常重视啊，特意让我来看看。好好，欢迎欢迎。老常，调研的事儿整得咋样了？差不多了，你看，这不正在给娃娃们排练呢。这次调研你们准备的什么剧目？我想弄一个年轻人爱看的。这个想法好啊。我们想弄西游记。好啊，这可是老少皆宜的戏啊。啊，王馆长，你看这就是我挑出来一些不错的娃娃们啊，有这大小伙子啊，还有这些姑娘们。哎，我可是碰了老一套了啊。好啊，太谢谢你了常师傅。同学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把咱们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下去，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常师傅的一片心意啊。不会的。哎，吴班主，哎，咱们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？是啊，咱们是不打不成交啊。哎，怎么样，你这班主坐的还舒服吧？嗨，别提了别提了，我是大伯子哥被兄弟媳妇过河，费力不讨好啊。你这人。由陇明县德艺班演出皮影戏《白蛇传》。Thank you.
场由陇宁县长胜班带来的皮影戏表演《西游记》。宣布获得本次调研金奖的是陇宁县长胜班的节目《西游记》，请长胜班的代表上台。咱们也要三步上去领奖，站住，赶紧上！祝贺你！为了保护、传承和发展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，国务院于2006年5月18日颁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皮影戏被列为其中。班主，保护和利用咱们的皮影戏有救了。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，班主，增进民族团结。班主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。爹，儿子三柱，儿媳花旦，给您磕头了。唐老哥，我们兄弟几个商量好了，两个班子合在一起，名字还叫长胜班。老常啊，你的那个案子已经破了，是老吴带领公安局的人去庆阳把那两个小子给抓回来的。庆阳门大破，前门正。文才武略惊地慌，众星们宝贵杨家将，外姑刘法长妹妹，哎呀。